这个鸡翅拨饭，把鸡翅来尝尝。嗯，慢慢让我搞一层那个面包糠。嗯，外酥里嫩。好像很烫。哎呀，这是我，刚出锅的汤，不干啊，加点蜂蜜，蜂蜜，哇，加蜂蜜还行啊。今天继续。这个皮。
来个脱骨猪蹄儿。冒菜。老香了，家人们，今天做的是红烧小凉粉。
稀烂啊，干嘛？
然后我给你量完是吧？你量好了。